所来收看的是这个文的新闻，这道江镇的图书艺文中心，目前当地展出这林地魂水墨古典。这文化所长黄富碧也表示讲，这林地魂哦，伫个出世伫新港乡，伫这龙川大汉的。细汉时阵哦，这家境是无富足，但是心内是无放弃对这画图的兴趣。伫个结婚了后，伫先生的支持下，也来投入这画画世界，也发展了家己的兴趣。然后即届哦，是提供了50多件作品。要来展示，也希望讲了解到这艺术同好，甲大家来分享经验成长。苏伟家林立芬对这各项美术展览，只要有闲，就无放弃参观的机会。这还是这成败的技巧。伊家己也真谦虚来表示讲，每当观赏一个作品，伊是感觉无成熟，不过感觉非常欢喜，也真满足。文化所长黄富碧表示讲，林地芬伫咧闽东高中，即毕工科毕业了后，还是美术拍下一淡薄仔的基础。结婚以后，伫即先生支持下，继续来投入了画画世界，发展家己的兴趣。碧云老师，他是一个从一个学习能力很强，以及他是一个很幸运的老师。学习能力强是因为他从小。生长在一个不是很富裕的家庭，但是呢，对于画画却是非常的坚持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临摹，不断的到各地哈、哦，有相关展演的场所，他都会到哈、哦。然后幸运的是说，他有一个好的先生呢，能够支持他的作画，然后同时他也找到了启蒙老师连春福连老师，对他一路的指导过来。林立芬表示讲，凭着这真高的这兴趣，伊学画图的过程，只要感觉良好，就会将水的部分给伊展现出来。后来，伫这连春福老师耐心指导下，提升伊对国画基本的技艺。伊这个作为随心所欲，就是介意甲人来分享。哎，学了10多年。10多年。哎，对。你今天的展出的项目大概有什么？我。展出的项目大就是学习的过程，还有新的创作。做什么画？我主题是没有特定的，我只要找到的资料，我觉得满意喜欢，我就学习。我给它组合，然后透过自己的思想把它连接起来，变成我的作画。林地芬表示讲，感谢多年来做伙学习的同学互相支持协助，这一届提供了50多包作品展示，总是期盼会当交到这艺术好朋友，也该来分享经验，也希望大家有闲会当到图书艺文中心来参观。中视新闻罗清玲罗港报道。